直击全球最美王妃的真容，个个美貌无双，谁最令你惊艳？格蕾斯凯蒂，美国著名影视演员，凭借在乡下姑娘的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。她终于撕掉身上花瓶的标签，证明自己的演技以及实力。1956年4月18日，格蕾斯凯蒂带着幸福的微笑嫁给了兰尼埃三世，成为了摩纳哥王妃。她优雅高贵的气质让人难以忘怀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，全名戴安娜弗兰西斯，被大众称为戴安娜王妃，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。她生前一直以其高贵的气质及姣好的容颜为世人所倾慕，被公认为是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，深受国民的爱戴，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。凯特王妃，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，官方称号王室剑桥公爵夫人殿下凯瑟琳。她是一位平民王妃，以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教养赢得了王室成员的认可，成为全球瞩目的耀眼王妃。她是如此的美丽，同时也是最好的英国时尚大使。西班牙王后莱蒂西亚·奥尔蒂斯曾是西班牙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，2004年5月22日与时任王储菲利佩结婚，成为王妃，直至2014年6月18日成为新一任王后。她跟凯特王妃一样，都是王室头号时尚的人物代表，也是以灰姑娘的身份嫁入王室，容貌清丽，气质高雅，而且还是高学历的名媛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